办法拍。你平常是正常发挥，我们舞台这么多场的经验，从来没有过这样，好感动。所有的舞者在最后要跳 ending 那一 part 的时候，是所有人齐喊5678，全部都是为了小刀，而且我记得没错，表演。刚刚我们也有 cue 你嘛，准备喽，有，没错喽，要跳舞喽。然后我有跟到，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要增加我们的困扰？我错了。啊，其实小刀啊这几年算事业有成，你也算是在5566本来就是在各个不同领域发展嘛，你算是在幕后发展。最近小刀拍了一个电影哦，是不是？电影名称叫我们的电影名称叫《叱咤风云》。哎呦，是我跟周杰伦，然后刘畊宏。哎呦，一起制作，他怎么没有找我们三个呢？我有客串一下，哦，你有客串，对，哦，其实有客串，哎，没办法，因为他是我老板。哎，对，其实有客串，内容，但是这个内容，对，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昨天呢，这个小刀也给我们看了这个片花，哦，我看得非常厉害，然后我是真的到看了片花，我才相信你真的认识杰伦哎，你之前讲了十几年。不是讲十几年，我没有看过你们合照啊，所以是，所以17年前我高攀你们，然后之后我高攀周杰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可是因为你真的话，因为小刀他算是他的第一部的，算是全投资的电影，哇塞，对对对，哇，非常棒，要拜托大家来看哦，哈，都支持，都支持，谢谢。叱咤风云，对，叱咤风云，好，那大家看到我们四个站在舞台上，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感动，真的。好久没有跟小刀一起。没错，我觉得整个重点应该是要摆在小刀现在很健康。真的，当年不是开玩笑的，那个学名叫做脊椎断裂，第五椎弓，第五椎弓断裂。对啊，我拿到了那个。所以你看他刚刚可以动了，是不是很感动？希望以后我可以常动。对，希望你可以动。但接下来我觉得演唱会进行到现在，大家看一下手表，不跟你们瞎哈拉了，真的可以不要再加场了吗？我们已经连开3场了，再来就连我的台语歌都要拿出来唱了。